11月20号晚，潘粤明、董洁这对明星夫妻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慈善晚宴，席间两人大秀恩爱，潘粤明还特意拍下一条钻石项链送给妻子。身着白色露肩礼服的董洁与潘粤明十指紧扣，甜蜜出场。不同于以往在颁奖礼上大谈时尚经，刚刚当上爸爸的潘粤明这回最乐意聊的话题则是孩子。就没法形容，反正就是特高兴，这个小孩每天变化都特别大。当晚潘粤明拍下了一件钻石项链送给妻子董洁。其实你们两位结婚的时候，他有没有送这样的首饰给你？一身橘色礼服的伊能静当晚也格外闪亮，晚宴上喜爱跳舞的她拍下了一双红色芭蕾舞鞋，而且已经想好了她的去处。小时候因为妈妈的一句话没有穿上舞鞋，如果有机会生个女儿的话，我会跟她说跳芭蕾舞。新娱乐在线北京报道。